这是上哪儿去，猴哥？看一个老主顾，看点活，给他填完游泳池了，小两口要往上做带个，给他看一看，报个价去。今儿天老热了，35度，40多。这是好几年前干的活哈，小两口挺好。学习毕业生找工作好找，实用的，哎，实用的，都是学些实用技术。森林卡，前面就是咱们这条道上。哦，前面那块，看，这么远。警车又引到后边去了。对，肠子那个。所以下这块大五块减速，就冲着看着。搁那里边肠子呢，又上那个停车棚里了，好像。那不是，那是16那停车棚，这块没有停车棚。这边就知道了，现在是下这块因为。正在树后那块等啊，出来了，往外掉头呢，这儿停到这儿了。这块大，这是被。那天我来检查，我没来检。要这大哥让我来给他检查，就这样。哦。咱俩拆呢。哦，对。没，实在没时间了。装修完了都。车道新窗。哦，全换绿色的窗框了。树纹的房。实在太忙了，忙不过来。正在抵达目的地，位于右侧。这块上面的板啊，就这样式的，一条一条一条，完了这样转着缝钉出来的，知不知道？因为咱家的带壳它不一般宽，最后有一块板还得裁一下子，知不知道？它都这样式的这么做的，因为这带不这样式的，也横着，这样钉的。完等那头呢，我是给你设计这样式的，行不行？这样的打点斜性。啊，又把这车撵上了，所以呢，到这前面就停了，这就是下这坡没减速。对，一抓了你就不是没减速，是啥事都来了。你看这来这么一会儿，来的时候看他抓了。这是不是丑了？别再往下瞅了。这趟闹啊，这、朋友们可千万注意，就在奋志和莱斯利贝威尔中间这儿，这块有警车搁这普拉扎里头，隐藏在这个停车这个群里头。贴到边儿，迎面过来车大下坡，一不减速一超速了，他马上他就知道。他得看他有车速那是仪器。刚才你说你没超速那不行。刚才来的时候你看他抓着一个车，这回来时候又看抓着个车。政府发完钱得往回整，不会说发完钱了政府哪来钱呢？现在政策可严了都。口罩摘了吧，不都闷的。
中午买点饭回家了，不做了，天太热，在屋里烧开屋里水热了，有味儿，关窗户关门的，味道一半不出去。累累的休息一下，别满现场吃一口饿了。这个时间就不能考虑那啥了，自己轻着点。连桌凳都搁这顶上了。在这选了几样菜。到底谁家呢？这个老房要给我们六十年。这小事有意思。120，他超燃。他那速度得140。